Hello，回来啦！现在比这好了吗？没有那么卡了吗？嗨，好，我先等朋友回来，然后再开始。对，我在跟雪龙猫，Totoro。然后你们想看的表弟还在，一会他会出镜。好，所以现在我回到家了，就是我其实可能刚才听不到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本来想说去外面给你们看一下阳光，还有我小时候去的公园这样，所以去外面了。但是然后昨晚我还故意过去试了一下那个数据，然后昨晚还行，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不行。没关系，现在还回到家啦，还好那个公园只离我家可能几分钟而已这样。然后，对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在加拿大，然后我过来探亲，因为我奶奶、公公、婆婆、表弟、表妹、伯父、伯娘之类都全都在，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回来一次来探看他们，然后刚好也安排到一些工作，所以其实我今天直播之后要去电视台，还有电台上一些节目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些中文节目还有电视节目，所以很期待。对，然后，所以今天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童年回忆，因为我基本上从3岁到可能十几岁都在这里长大，这样，好吗？你们想看吗？对，我现在在跟那个龙猫一起。好，先让你们看什么好了。Should I go back to the tree? I'm not sure. 好，等一下哦，转过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弹唱，所以带了吉他过来。然后看一下外面的，是不是很美呀？然后这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些杂志。然后这个是我大学唱歌比赛赢到的奖，哈哈。当时有唱了 Gigi 的歌，然后一些小朋友照片，哇，这个不要看，这个不可以看。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弄 puzzle，所以我有弄，当然有弄动漫的东西呢。然后这个可以让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哈哈。OK，然后看小时候我都有2个生日蛋糕，哈哈哈哈，其实不是。然后你们可能在微博有看过我，哎呦，oops，我以前都有去画画，这个是我画的油彩，然后这个也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很重，这个也是我画的，都原图就在这里，我知道有些朋友在微博有看到，然后这个很可爱，这个要给你们看，我的龙猫。哒哒哒哒哒，哇！我的毕业照。对啊，因为我太喜欢龙猫了。然后我的书，其实，哎，我以前很喜欢，弄自己的图书馆嘛。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见了，因为一搬家的时候很多书都不见。但是永远不会不见我的网球王子。这里都是漫画。然后这里有一些真的书，然后有更多的玩具。哦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玩具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只东西，叫水豚君。然后这个很可爱，你们看，它会动。它会动，然后还会叫。
对，我是很幼稚。然后这个是我小时候喜欢弹的一些音乐，Avril Lavigne，他也是加拿大人嘛，所以小时候很喜欢他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一会儿再说，有一张特别的 CD。好，对，然后再带你过去另外一家房间。对啊，我是宅女，从来没有说别的。好，然后刚才我有拍这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呢，会每年暑假回来都称一下自己的身高。对，刚才有看到吗？因为我超级喜欢温尼的 Pooh 嘛，维尼熊嘛，所以我所有东西都是维尼熊的。好，表弟过来，嗨，表弟。然后你们可以看，4岁 Jillian 是我妹妹，然后6岁的我是那么高，7岁、9岁、10岁。Oh my god！好，表弟要让我尴尬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呢，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加拿大，我爸爸在香港，所以他弄了一个很像他。